32例男性学暨性医学史，这一次我们到了第八届，请我们的黄志贤理事长还有廖俊厚秘书长，第八届的时候有哪些是可以值得让我们会员能够去回忆，而且让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一届里面有哪些大小事。那事实上最重要的还是秘书长在所有大小事中揽在一起。哦，那时候俊厚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强的那个人才。他问我说：“你已经两个秘书长，你要当第三个吗？”我说：“不好吧。”他说：“反正两个第三个也没差，不然你当副秘书长，好让囧哥当秘书长。”所以后来 TV 是第三个。那时间到了，就把一些行政事务就把它请掉。我觉得还效率上是还不错啦。其实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其实是年轻人的参与。好，那我就 generate 一些资源，然后鼓励对于男性学有兴趣的一些年轻人，现在也都是变成蛮各医院的主力啦，要 dream big， 然后那个其他资源自然会来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去两岸，有时候两岸的教研的男性学习研讨会，他们叫男科。事实上，我们其实那阵子跟他们是蛮频繁，但他们也都是每年都有人来台湾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探讨。我觉得这三年对我两个成长蛮大的，因为黄理事长其实教了我蛮多东西。就我刚刚讲的，我可能不知道说啊，原来一个学会的运作这样的一个定期，还有一些东西的记录，其实是这么重要。找很多人一起来玩嘛，哈，就是让领域吧，领域广一点，扩大自然就活水进来。这样就是说，其实哈，应该是120分，因为我原来看到的，我以前期待的，其实那个东西经过大家努力都有。进入，而且我们发现还有更多的东西进来。那我想30年是一个 milestone， 接下去就要结合哈，我们现在很多新的科学东西进来。所以我觉得其实把领域做大，我是我给就是未来一个期许。两位今天在我们这个访谈里面，真的就如我刚刚讲的，真的无缝接轨啊！两位随时都可以把各自想要表达做延伸跟示意。那谢谢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黄理事长跟我们廖俊厚秘书长，谢谢。